游戏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商城啊，啊，看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氪，是不是？对，通常有兔耳啊、奶嘴啊那种东西，我就会买。所以到底有没有加速啊？哎呦喂！一四，我刚停止呼吸了五秒钟，我刚刚深呼吸了一下。已经快七十关了，不要闹哦！真的不要闹哦，老人家的心脏承受不起哦。放这个好了，三回，你不要增加负担了啦！我按错，我按数字二按到三了，很恐怖哎、欸！不要、哦，不要哦！我求你喽，八十一关再让我们卡。好像后面真的是很无聊，前面都打完了，敲到手，他会不会太慢了、啊？因为前面放了一只会黏的，不是啊，刚刚也没那么黏啊，我还没升级他哎、欸。可黏住飞船气球啊！更强大的凝胶。
对不起，你可以走快一点吗？我跟你道歉。那字太黏了。哎，那些飞船很可怜。不会啦。先被然后又被推回去，重跑一次而已啊，然后再被碾，人家已经跑得很慢了，还要被推回去再跑一次，然后再碾一次，可怜。那只大猩猩只能拍蓝色的，对啊，哦。可是他牵的气球可以拍，我看到他那些气球晕了，因为大大有放那个啊。有啦，你的达到了啦，我看到你的弓箭手在射了啦。调强大，你是说这个改强大、喔？我知道啊，我通常会看情况调啊。我狙击猴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打一些特殊的我都这样调啊。只是这场有点卡，所以忘了。金刚的技能啊，都玩不到欸。你开始卡了，你现在才开始卡了。天哪，我们第十关以前就卡了、欸、卡到现在。哇，吓到了。因为我开直播，没有啊，我下午也有开啊，我
下午也有开，就还好啊。我们下午开了三小时，都没现在这么卡。不过你这个玩法我好久没玩了、欸，那时候五代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玩的，玩结果忘六代的时候忘记这样可以玩。有人要贷款了，有人要贷款了，有人要贷款了。在人生这个不能调强大，我们打不到，关闭。第一，好了，刚刚就是调强大，就打不到小的。被他跑掉了。邓启啦。我看他拍击的范围挺大的，蛮大的啊，在很后面还可以把它拍回去。我还是没有技能玩。哎，不要。撕开打他，不要。其实我也可以叫一只凤凰。那个东西很卡，你先冷静。通通回去啦！终于。我最后问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回首页了哦。哇，感谢你，谢谢。虽然很卡，但我们还是过了，感谢你。哎、欸，我刚不是有升等吗？嗯？太坑了，太坑。我决定了，再带这只猴子，尽力对战。是你，你要玩什么？备用气球轮。
又不知道备用气球人是什么东西。对啊。星星模式会很难哦，什么意思？没关系啊，反正刚刚也没有我在打、啊，拜托我在右下，我在右下。我在老位置，我在右三，我又要少飞了。不会啦，先等。卡。好。可以了吗？确定了吗？放下去就卡一下，赢了，按个两次，哎、欸，一次应该够了。拜托，顺一点，赢了，再按一次。哦哦哦，好了。哦哦，是指这个会比较多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没有人可以打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后期可以回血。哇，什么都没钱。你说。什么、啊？哇哇哇！这么方便啊！这么优秀的吗？那我可以把我猴子卖了。我要他的钱。哦，你班杰明还没出来啊？对啊。好，我刚才想说没人打，所以就给你等一下。好了，紫色还钱。我再给了，我再给了，再各给100就好。我要我猴子的钱。星星拍得到，我是觉得我可以挂网了啦。你上面那一排可以放啊？放什么？放东西啊，看你要放什么。我不用放，我猴子可以打回去啊。如果按照刚刚前面都打光的玩法，感谢。哦。我觉得他刀具有点夸张哎，太好用了吧？有探测数量限制，建议不要。哦，你是说那个最后还是会被那个吗？他可以探600个气球，我
我这边看是这样，他是说600个气球。吼、哦，没问题。你是说这模式不好打哦？我站了一下。好。他站你是不是又去讲电话啊？他好像每次讲电话都会卡，是不是啊？我刚刚看好像有按到空白键，那个加速没了。可能他把我机器人都砸到吧？这模式没暂停，不是啊？我们从来没有在暂停的呢。我们玩这个从来没有在暂停的。好像600很快就没了、欸。也不适应啊，就是省时间啊。哎呦，我回来了！你刚一走就很顿哎、欸，这样吗？对啊，你有讲电话了？我没有讲电话啊，我只是离开位置而已。这是我的问题吗？不知道，没有吧？好了，我真的微光了，我可以挂网了。你是要全部都中满一级的啦？先中好几颗，然后再往上。这样跳起来好像比较快。是，大大。请问你现在是在玩开心农场吗？反正到后面的话就爆掉了吧，那我先把钱用好，但你们要钱就可以给钱。